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应该没有错，对不对？有一点问题。有点什么问题？我是武汉的，不是成。你是武汉的，所以你平时都在武汉，对吗？然后这次是特意从武汉来成都看朴信惠的见面会。不对，因为我之前，因为我是一个艺术生，然后我之前是在江西写生，然后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我从江西坐车差不多20多个小时火车到成都。用了从9号出发的11号早上到了。欢欢加油！真的，好幽默哦，非常谢谢你。那我们要哭吧，哭吧。其实我也很谢谢你，因为我觉得你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们才能这么喜欢你。然后我觉得你是我们很多粉丝的一个前进的动力。没有，是大家才是我的动力。 OK， 所以我们请朴信惠亲自把这份祝福送给这位女生，可以吗？来，祝你和你的男朋友爱情永远甜蜜，长长久久，可以吗？네우리의만남도영원했으면좋겠고남자친구와의예쁜사랑도영원했으면좋겠어요아我希望我们以后的相遇能够也是永远，然后你和男朋友的爱情也都能够永远下去。下次带着男朋友来看朴信惠的见面会可以吗？上次深圳的时候他本来说要去的，但是没有赶上，时间问题。那下次有机会会带他一起来吗？会。会。好，那过关就 OK 啊。谢谢你啊。那还有。想对他讲啊，好，你讲。就是你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最漂亮的，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但是你的 fans、你的家人和朋友会永远支持你。我们其实我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有的从香港，有的从上海，都非常的远。但是我们见到你之后，看到你，因为我们的到来开心，所以我们也感到很开心。就是我们会永远支持你。永远的爱护你，就是你的 fans 永远会站在你的身边，一直陪着你，一直到最后，永远。好，谢谢。其实我相信大家这么爱朴信惠，也是因为朴信惠非常的爱大家，对不对？好，那当然，除了这一份蛋糕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份来自 Celebi 的精美的礼物要送给你，可以吗？来，也是我们的朴信惠特意准备的这一份。好，我们把蛋糕先装起来。包装精美的朴信惠牌的蛋糕，装好了。那这个呢是来自 Celebi 的一个服装的兑换券啊，可以穿着美美的衣服去合肥见你的男朋友了，好吗？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祝福你。是的，非常幸运的女孩啊，也特别。